人吗？又一个人吃饭呢？还不赶紧找个男朋友？哎呀妈，我哪有空啊？全世界就你忙。吃什么呢？火锅。那告诉你和爸，老给我发你们吃火锅的照片，都馋死我了。这不吃火锅显得热闹吗？顺利的话，再过半年就可以回去看你们了。不急不急，不着急，先把你的事情处理好。哎，我和你爸都习惯了你不在的日子。你在那边可要注意安全呀，一个女孩子。母亲节快乐。